Hello， 宝贝们，这里是印尼首都雅加达，现在是10月15号晚上7点半。今天下午我们刚到雅加达，在酒店休息了一段时间后，我们要出来玩。这里是雅加达北区，我们要去唐人街观光。我们到啦，唐人街以食为主，这里有卖各种吃的喝的。今天周日，来这里的人要比平时的多。来，我带你们一起看看吧。这里有财神爷的石像，大家可以供奉财神爷。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美食摊，还到处挂着彩色灯笼，很有中国古风的感觉。现在我们走进了韩国货专卖店，这一边放满了韩国泡面，这是这家店的焦点，凡是来到这里一定要在这儿打卡。每周末晚上会有人在这里唱歌跳舞，享受休闲时光，气氛很嗨，老老少少都跟着跳舞。现在是我们在雅加达的第二天，今天不会待很久，因为下午要飞回昆甸啦。现在中午11点，我们到一家中国清真餐厅吃午饭。餐厅的装饰很舒适，墙上也挂着阿拉伯书法。我们点了烙饼、羊肉汤和咖喱汤。乳白色的羊肉汤看了很有食欲，老板放的羊肉可不少，加上绿色的葱花，颜色特别搭。这是中国北方的家常菜咖喱汤，这餐厅的咖喱汤做得很地道，味道也刚刚好。我们准备开吃啦，咖喱汤有点浓稠，咸香咸香的。紫色现在就可以吃了吗？里面有青菜、蛋花、木耳、咖喱等，吃饱了我们就飞回昆甸啦。看，这是加里曼丹岛，也称婆罗洲，从雅加达飞昆甸大概需要1.5小时。我们到昆甸后就马上回家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见。